2022第29届全大羽球公开赛周末热闹开打。去年赛事因为疫情考量停办，今年恢复举行，也吸引将近2000人报名，人数创下赛事的历史新高，让人感受到南台湾的羽球热潮。记得去年东京奥运，小戴、李阳、王麒麟黄金男双的好成绩，更带动全台风雨球，也让这项全民运动更炙手可热。今年成大公开赛也获得企业冠名赞助，鼓励更多人一起投入。羽球参与的人有300万人，那这300万人如果有好的舞台，那好的比赛的经验，那我们将来在国外一定能够发光发热，那比应该会有很好的成绩啦。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台湾人能够要出去舞台的话，就是国际的舞台的话，就是要不断的比赛，那累积经验，这样的话我们在往后的各国的国际比赛或者是奥运比赛，我们才会有更优良的成绩啊。从原本只是师生之间的友谊赛，充满历史的成大公开赛规模越办越大，也成为大专羽球著名舞台。比球技更要比毅力，用不服输的态度挥拍，一较高下。我来体育台梁威宏、华君综合报道。